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英特万刘宇，我现在正在美丽的宁夏采风。想问大家一个问题的是，你们知不知道“塞上江南”这个称号是怎么而来？答得不错。“塞上江南”这个称号呢，是来自于途经的塞北江南，然后在演变的途中呢，渐渐的变成了“塞上江南”和“塞上明珠”的称号。所以说，想要来和我一起感受一下宁夏的美丽风光吗？那就一起来吧。大家好，我是印度王张多。有没有洋茶呀？一起去啊。嗨，我是 Intuamika， 可以告诉我怎么去这里吗？是先往这边，然后怎么做？你可以带我一起去吗？大家好，我是 Intuamika 高庆贤，现在是休息时间，你们猜一猜吧，现在我在哪？答案就是宁夏，就是现在呢，我们正在这里采风。然后你们知不知道这里有什么好吃？告诉我一下吧。但是不对啊，我还要减肥。但是算了吧，不吃饱怎么有力气采风呢？那就吃吧。宁夏这边的风景真的好美啊，走，咱们一起去逛逛吧。别动，现在这个样子真的很好，我给你拍一张。我觉得头可以再就是偏转39度，对，不要40度，39度回来一点。对对对， OK OK， 好，过来看一下。啊，你好，我是 InToOne 博远，我们现在正在广东佛山进行音乐采风。哎，你防晒霜带了吗？没有。那么遮阳伞、小风扇、清凉油、驱蚊水这些带了吗？也没有。这么热的天，你这些都不带，怎么出门？哎，走吧，用我的吧。我都带了，不过用完记得还我啊。哎，你扒拉我干嘛？你扒拉我扒拉扒拉能扒拉出来灵感来，真是的。怎么的，你也想来啊？整一个呗。得了，咱们还是一块出去采风找灵感吧。你准备好去采风了吗？但是好像外面在下雨，我就猜你没有带伞吧。那你想让我为你撑伞吗？实话实说，我也没有带。那我们这样吧，我们等雨停，然后就再出门。配你的吧，走吧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Into One 周柯宇，就是周柯宇的那个周柯宇。今天也就是昨天的前天还是什么天的什么天，我们到了重庆采风。那问题来了，你知道重庆为什么叫重庆吗？因为它很早很早以前就叫重庆。好了，说正经的，今天的火锅要什么辣度的？微辣、中辣还是笑死我了OK OK， 这次真的认真的。要和我一起去采风吗？
哟，你来了，我现在刚好在写歌啊，我看你也挺闲的，要不听我新 demo， 跟你唱一段，我没时间录啊。哎，别走啊，别走，别走，别走啊，别走啊，还有好几首 demo 呢，你今天就坐在这里，听我把 demo 给你放完好吗？来来来，给你听一下。